最美的光，致可爱的教师抗疫志愿者。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任，各部门各单位紧急行动应对。侵袭而来的病毒卷起了无声的硝烟，灰色疫情的蔓延笼罩着城市的阳光，紧张、害怕、担忧充斥着每个平凡人的细胞里，好像连呼吸都得带上过滤器。从秋高炙热的日光里，到万家通明的灯火下，从汗流浃背的梅雨中，到密闭裹尸的防护服，继续，继续，再继续，一轮，一轮，又一轮，社区、街道、乡村往返奔走。伟大出自平凡，英雄来自人民。你们是平凡的人民教师，是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，是最可爱的抗疫志愿者。让那最美的光留住濮阳大地，牵动着检测队伍流动的颜色。做好防护，登记信息，引导群众，科学宣传，从懵懂摸索到得心应手，走进年长老人，小心翼翼地挽手走向检测台，走进幼小孩童，耐心满满地引导，展现小勇敢，走进等候的时间，不厌其烦地进行防疫宣传，点点滴滴都在时刻坦诚着抗疫心计，共克时艰，同心抗疫，勇于担当，毅然前行。是你们亮起了那道最美的光，迈出了加入全民核酸志愿队伍的铿锵步伐。是你们亮起了那道最美的光，怀揣着渗透灵魂深处的红色抗疫志愿精神。是你们亮起了那道最美的光，高举起防疫检测那冲锋忙碌不停的测温枪。是你们亮起了那道最美的光，伸出了坚毅的臂膀，一次次严控一米安全线。最美美的光，扫尘晦暗的心情。最美的光，吹散一霾的情绪。最美的光，闪烁阳光的耀眼。你闻，萦绕在秋日里的稻花香气，感受的是那份志愿者的温暖与安全感。致敬你们，最美的光，致敬你们，可爱的教育人。福田加油，加油福建，我们一同祈愿国泰。